哦，我刚切完整个，现在眼睛超酸的，超酸。接着呢，我就是把它拿来就是加油，我们要来开始，然后来先来煸。要抽签吗？啦啦啦啦！感谢小编的提醒。听说像视网膜他们就蛮讨厌吃香菜，这个真的是太不公平了。这就证明我们主菜不能一直聊天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客家汤圆哈嘎童演这个烹煮篇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都已经把材料大家都先备好了。首先第一个就是香菇，对，我们用的饮用水把它泡开这样子。对，那这个水待会也可以拿来作为这个汤头。第二个就是金菇，就是上次我们番酱搓的，这个是虾米。那我是用那个酒去把它泡开，米酒，所以会让它待会会有点酒香的味道。再来的话就是那个肉丝，肉丝的话已经我是有加一点酱油啊，然后还有加一点盐，让它这样子先腌一下。再来这个就是 MC 香菜，香菜就是待会会来切碎，最后再加。然后再来就是安芳桃、红葱头，这个主要其实就是一开始第一步要做好腌，要汤圆。然后这个是这个党鹅。待会最后加跟那个香菜差不多的时候，哦，我刚切完整个，现在眼睛超酸的，超酸。接着呢，我就是把它拿来就是加油，我们要来开始，然后来先来煸这个红葱头。你看到现在变得更。越来越有那个粉那个黄色的感觉，逐渐的变化。不要抽签了。啦啦啦啦！感谢小编的提醒。好，接下来切一下香菇。看看颜色变喽。切颜色，这个料稍微重一点。如果你很害怕的话，你可以手稍微伸远一点，然后我们拿远一点的话，就比较不会喷到你。对，所以偶尔还是要稍微回来顾一下它，不然你会不知不觉发现，哎，你怎么已经变成欧巴马了？对，当然要稍微动一下，因为它有时候会火力不均匀，所以动一下会让它比较能够均匀上色。因为我个人比较偷懒一点，那通常正常的步骤是要把油通路线捞起来，然后用油继续再弄。那我通常会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可以直接先下这个肉丝了，对，让它就是可以比较省时间一点。另外一边我们来下肉丝。拿远一点，对，然后用这个动动，哇，现在味道超香的，对，第二步骤就是要下这个肉，好，那肉现在已经差不多之后。现在我们就把剩下的这些放下去，像香菇之类的。香菇，还有包含这个，待会会把那个金钩培都一起下下去。但因为它是有酒比较多，所以最后再下。哦，现在其实光这就是一个蛮好吃的一道菜了。通常建议是先拿起来单独下金钩黑，因为如果你连酒一次倒的话，你可能会炒不出它那个香味，所以最后再用酒去呛会比较香。这个时候的同时，在旁边
我们先烧一下水，然后我们来煮一下汤圆，用酒去呛一下它。你可以分次烧，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怕一下子它会喷到你。对，分次烧。盐不用急着放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腌，我用那个酱油去腌了。那我们其实待会还会再加入这个汤去调它的这个咸度，所以其实我们最后再去加盐去调这个咸度就好。哦，现在就可以先加那个温水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蛮好奇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爱吃香菜？对，毕竟听说像视网膜他们就蛮讨厌吃香菜，这个就是对的。那香菜不是必要的，所以可以不一定要加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把那个汤圆通通倒进来了，那现在就是等它滚，那这个时候可以把火再转大一点，让它滚起来。那这个时候就是开始要调味道的时间了，大量步骤已经大致都结束了，后面就是加菜啊，继续煮一煮啊。那同行就看你要每次吃多少加多少，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来试味道的时间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味道咯。我觉得应该现在很淡，平常加了蛮多的水进去。好，我们来试一口看看。蛮补的味道，有酒味。因为我刚刚酒好像稍微加多了一点，因为我个人喜欢酒味重一点。那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来加盐。通常真的这个不用客气加，因为你很大意。试一下，看看味道会不会正常一点。哦，有咸味了。不错。接下来呢，就可以放这个啦，当恩，对，当恩，把它大胆的放下去。对，这个时候就可以。我们同在一起。跟我们都在一起，所以为什么冬至或是我们这种团圆的日子都加了一个打呼？这就证明我们主菜不能一直聊天，我们要认真煮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待会要吃嘛，那我们现在先加一点，好，对，不要加太多。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待会就要直接吃了，就先这样咯。好，我现在吃吃看看到底好不好吃。对，然后待会阿波回来的时候可以给他来鉴定看看，看做的跟他一不一样，到不到底。好啊，那最后还是祝所有这个家人朋友都可以团圆，然后在冬至这一天虽然说还要上班，但是呢祝福大家就是可以周末都可以过得非常的愉快。对啊，那这边天气变冷，大家要注意保暖啊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边了，记得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追踪、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我们的每一个影片哟。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